永农，永农早那个水一清早上在我后面没错啊。那个静慧，你跟我讲一下哈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分一箱，因为全部倒在一起了。看你要不要全拿。你要不要再贵？还没。他的东西都还没有，我只有留他的东西，我只有留到我看一下，他的东西我只有留到水饺而已。他大也没有，我想买，我想买。他是简装啊，他是要水饺、葱抓、萝卜糕跟热狗。八年了。啊？八年了。那这应该有鲨鱼，我看一下，鲨鱼还有啊。哦，那我们帮你带。你要不要再一块？鲨鱼，所以上那剩什么没有？100块，100块，快下来！这里只有那个鲨鱼跟水饺。那就萝卜糕、热狗没有给他。萝卜糕、热狗，那萝卜糕、热狗没得。来，摸啊，你下来，摸啊，摸啊，摸啊，够了，摸啊，啊，再弄个你给我包吧。有卖吗？没有卖吧？没有卖啊，还没卖。被人家拿走的。来，这节能爆哦。这节能爆。200块。能爆。刷饼无啊？来。啊，这刷饼还来不及哦。嗯，我来不及了。我来不及了。老板被收了呀。我被出来。哎，我走。啊。贵了。贵了。摸鱼。摸鱼。对啊，你。够。来，给我套皮我。曾伟成，你好。今天是零百七，好。各位请，啊，我个新闻，是买袂一包？收税袂哦？要搁放？啊？各位如早，各位如早。什么物件？那是角度的问题，同款的物件。伊讲迄个大只的吼，一箱九只，是买袂一包，一箱卖900，几箱拢是800的，七百五了啦，750啊，有人来，你今日我剩2-3箱，4箱，一箱五箱，1-2-3，再挂一箱500，700了，一箱啊，一包，我一箱收200，啊，我只一包。不好的呀！对了对了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宝贝来了，宝贝，宝贝来了，宝贝来了，宝贝来了。我等下吹。宝贝是几位啊？看了你讲讲，你看秀气嘞，那我7牌啊，七牌，那够了，你才够位就行吗？啊，你买较少的是买500，啊买规箱较侪，当然量较侪较少啊。一只100，啊，如果9只是700的话，一只9872，它一只现在大概八十。九，它八。300啊，一箱700。如果你，那你要19只的话，80。我的行，你会涨价？会涨价啊？你，看你一，你收够伊六百。不可怜了。啊？干嘛呢？给人喂粮吗？送我出来，是吗？那个，你9只700嘛，对不对？一只你算80啊，一只你算80啊。那他是10只1000的话，你再给他。你老师干嘛？可以了。腰一，腰一，两只，腰一，两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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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讲一箱的600，安尼贵啊？哈哈哈！你得搁减一箱啊。但你是牛啊，你不是牛老爸。你老爸在等啊。
哎，来买来买买。阿弟啊，你考得好未？是买？是买买宝贝啊？宝贝啊？你买两斤嘞？两百红。啊？两百红。宝贝啊？哈哈哈！哎，你倒是嘴角，你嘴角安尼是够我暖，无，啊来呀，嘴角安尼哦，哈哈哈！哎，都拍电话直播呢。主动的画面品质跟物质差很多。哎，我的手机是很好的手机。静慧，你等一下过来。摸阿姨哦，我人要摸阿姨。钓鱼片，而且现在我还用，是不是要买真空包装？哎，虾仁卷你要全要对不对，静慧？哎，虾仁卷全拿了哦。虾仁卷你全拿了哈、哦。虾仁卷无啊，虾仁卷无啊。来，我问一下啦，大地水的啦，我一地卖偌济？你水听讲一地啊，你大地一地上下开你百五块，爱少少一卖五百五块，不无市啦。啊，只一两三等你等到卖啊，等到卖上尾三地啦，四地要来啦，五地要来，六地要来，我少一下五百块你啊，五百块，五百，做啥物啦？无我卖啦，你啊坚持坚持到你都收啊，是咪？这个多少年？给你啊，像啊，倒一支比这个较大支去抓伊。哦，现在还够。啊哈。另外一边的是。哎，量一下血压，量一下血压。只能上六地啦，三地啦，啊，六地啦，七地啦，我借借五百了啦，八地五百，我借借五百块啦，借一钓一片嘞，那个猪头猪买钓钓一片有两块哦。哎。八公，八无人来哦。一袋剩六十几块尔，最后一股无人，我想讲啦，一袋搁送你，一袋搁七十袋，又来五百了，啊，一人给五百块。小姐，小姐。一袋剩五十块尔，一箱尔无偌济啦，一人买三袋啦，四袋五袋啦，六袋哦，你七袋哦，你八袋哦。有选择，有选择。我下午不，我下午不会去新达港哦。七袋、八袋、九袋啦。下午有茄定，对啊，下午有茄定，那个王东煌的另外一场。来二，下午是另外一场哦。来六，来八，来你十地搁上来，来五百块搁少借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有无？五百块啊！右后方有长腿热裤。五百，对。过两摆有最后一个无啊？哦，两地，四地。哦，有一个女生。六地，八地，来十地拄好无来？好、哦，没有了。来，过来。来过来要吃啥物？黄鱼。黄鱼。黄鱼，黄鱼。黃魚OK， 好。水饺，水饺，水饺。水饺，水饺，水饺，赶快，赶快，水饺，水饺，水饺。一包，一包。一包现在涨价五百块。这么便宜哦。无人来是，无人来一包两包啦，有人来一包变五包。来，两百块了。来。有人要吃无水饺？明川，你的。谢谢，安尼 OK 啊。好，拜拜。什么时候来台南？礼拜六哦，礼拜六他会去台南找场子哦。你可以去台南遇到各个菜市场去找他哦。两百，一包一百粒，两百块，一粒两块银。
来，都先卖来200块。他现在正在造场子，他现在正去。他这三楼要报高利贷。怪之你啊！李三楼，是的，多人买了百货，要成交封闭哦。有。百货，这边就我阿姨啊。还有谁要最后18了没有啦？因为他一个有关。还有人要吗？没有了哦。哎，我阿姨进来了，没走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不走。哎，没走，不走了，等。500块，交你两交你三交你四交你，五十给你，六十给你500块。今天帮我阿姨的，给你，好像都有了哈。好，拜拜，要走了嘛哈，拜拜。我阿姨，好，加。先卖了500块。OK。喂，彩衣的。彩衣多少呀？多少钱？给你一个老吉士哦。你讲伊人客要买鱼啊，还得来帮人客买。五百无？你要甲借的哦？你是要借的哦？紧啦，我无紧卖你，再过又啊！无，等你捧个捧都半边过啊！好啦，紧嚟啦！哦，我插你，我要插你，你又冇插我。好啦，我插你，所以你等个摇把叉。这边就这阿哥田小鱼，卖500块，哦，500块这拢解太好啊！这已经全年种植啊，看是真袂百二。我行价这大只，是点样开到800块？你注意听讲啦，一只只是只百二，两只二啊四啊，你三只三啊六千个啦，四只二啊，这五只二我借借500块了啊。阿根廷鱿鱼500块，这么只鸡500块，这五只来我借借六次500块啊，500了，500，这种该抬好啊呢，等于差3-4块是咩啊？你讲尾鳟用烘的嘛好，穿汤也可以，这几只咯，六只来我借借7只500，8只500啦，好咩啊？郑坤你啊，一只两只。小强你啊，哎，5只6只，朱万正你啊，8只，500了，那刚刚都坐啊，来2只，来4只，来6只，来8只，来，够无哈？有，来二，我刚才在收啊，有，够无来？一清，那你看哦，一清看到没？一清，一清有没有看到？乐酷哈，下次要穿这个标准哦。一清下次要穿这个标准哦。有看到吗？一清。一清下次来要穿这个标准哦。后面那个橘色上衣的。下次一清要，下次一清来要穿像后面那个橘色上衣那个女生一样。过来，要吃鲑鱼，要吃鳕鱼的无？三百一，三百一只，你还袂臭头的，逐只水尾嘛，哎呦，三百一只起起，安尼害，安尼害，买了来水就对，迄只三百四只三百五千，啊，一只下你水听讲啦，即摆哦，只乌鲢只三百足贵，即摆抬价上到要歹二啊二，买二啊二，两块四是真，两块二是啥？400，350，300块，300块啦，即摆三百块啦，即摆只三百二，两只三百块，300，无啦，系啦，无啦，无啦。
少的这贵的大只的，哇，这啊，两只300块，两只300块这大尾无人买，两只300煞白鱼啊，煞白鱼呢？300块，有人有人叫帅哥，卖300块无人哎哦，这两只够300，两只300块够人哎无？300块无人哎哦。没有，虾仁，对包，多少？1000。哎，我问这小家弟啊，已经有人要买一尾150块无？敢有？有无？你们要买一只的，150，无哦，啊无我就收来哦，来紧的来。哎，对啊，一尾150够省哎，150厉害无？哎，150够省哎，150。两条嘞，几条够你？水，一起你今天穿很短哦。我哪有空看你啊？今天，我今天哪有空看你？一清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跟大家讲一下汉堡排好不好吃？一清，你跟大家讲一下汉堡排好不好吃？这包五斤重，多是重啦，无挂水啦，一包好卖偌济？100块，有咩？2000啦，一包2000，一包1800，一包1500了。1000块了啦。那个500。1000块，大粒的哦。大粒的1500块哦。1000块，大粒的虾仁1500，我买500个，手有无？无卖300，我先讲，你要卖300块的啦。1000还是500？500啦，500块，500块，那东西的货都已经往前推了哈，他把它清掉。还有谁要虾仁的？快点来，500块了，500块，黑灵菇500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开。差不多了，现在来，500块我先来。这边。在，那无人要买几包，关什么事啊？我赶快。这大粒的呢，我无人，我无人要炒。我八千买来，黑林来，500块够什么吃？来给你。500块够什么吃？500块。500块，月亮虾饼你要400块，美鱼，美鱼，你月亮虾饼要400块，你大概几点到？美鱼，因为现在已经快接近9点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美鱼，你大概几点到？好啊，哈，好啊，要2分啦，好啊，2分来，就是你来，3包200块来，2包来了，过来要蚵仔无？这3包够200，200块200块来一点。好像留一份，要留一份。不要。好，不留给你了。不啊啦，都不啊。200块。200块。下来海鲜节的话。不是300，是200块。他没办法留了哈，现在开始他不留了，赶快。他说上次有的办一个人留，他12点才来。来。哈哈。一年来，我就先跟过来。哎，海鲜卷我买着海鲜卷啊！他12点才来，他都帮他煮熟了。海鲜卷啊，海鲜卷啊！哎，
离你十分钟以内，我都到的，才留的，我到就快留。哎，过来买海鲜卷的无？海鲜卷内底有飞机有虾仁，真正就好，一条一条来35块，后来等于用。